大家好 ，SL 今次就系介绍呢架警察咩车嚟噶？澳门司法警察吓，澳门司法警察特别巡逻组警车。O K， 全澳得四架。O K， 全澳门得四架，诶，算得咁细。但内容好，但系佢架车都好似香港嘅 EU 车。系啦，咁佢车牌就系 ME-05-39 啦。咁啊，左右调转咗嘅警察 Policia 啦，警察 Policia， 跟住一啲好似 Running Man 咁嘅警察啦，跟住啊有啲咁嘅网啦。系啦，你網嘅之後就 Benz， 系啦，又有我呢個係訓練咁嘅喎，呢係訓練嘅，著住訓練衫嘅警察啦。咁功能就係有啲輕微避震啦，不過唔好覺，同埋呢對門開得嘅，不過就好實啦，係嘛？叫做實啦嘛，係啊，可以叫到出嚟嘅，咁啊慳時間就唔開啦。始終之前都開過下，都係入面兩個位咁，冇乜特別。咁車頂啦，喂啦，保安學院啊 ，OK。咁好，今次架车介绍嚟到呢度啊，咁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只会限定码，哦，系嘛？只会限定码，系啊，但成日都会得埋。O K， 唔得，拜拜。先有翻副。